嘿嘿，所以我，嘿嘿。五比零嘛，分了吧。你做过这个代志哦？你为着自己敢分了吧？不是，不是啦，会乐器啦。哦，那时候哦，算时光啊。那还不然呢？不知道的人就是说，哦，张辉他这样嘛，其实做过哪干哪干戏，就是日本人跟中台湾这个有文化交接的这个阶段嘛。嗯，日本人还是对台湾有感情，和很多观光客来台湾的时候。到酒家里面去发展出一种文化，在这个时候你培养出来一些歌手，都很会唱日本歌，这不是超大呢？哎，他唱日本歌够烧火。哎，对，阿姑我又特别爱唱。阿姑，我请我请一点，买了阿姑你卖请，哎呦那，哎，我就老板给你买，我就一直要唱哎，一唱唱到一半，啪，妈一个双眉打到我的脸上，双眉，那为什么双眉？双眉，我可提开讲。我要唔知影讲一个酒杯啊，已经放在涂骹。哎呦，小瓶酒内底个系酸梅嘛。啊，起杯啊！哎，我讲安尼，啊，你听得足歹听。哦，一个生做一摆，安尼，甲庆哥唔知影个提起来食。哈哈哈！哈哈！就是为着安尼，一个生气娘，我日本官唔是咧操蛋的，我跟你讲。安尼。我都可能爱甲偏胖一个看卖。好嘞哦。こんばん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折れたときゃ折れたてでかい道染めに埋もれたがみんなどこかへ飛んでたそれでもバス園の餌が流行れ裏を魚に人に避けこれも気楽で我觉得十一月你比较适合发片。他的内容你有听懂吗？没有。好狠啊，比翁倩玉还狠。不是啊，因为我日文没那么熟。我在什么十五岁的时候呢？其实呢，我到日本去住了一段日子。哦。对啊，十五岁我妈妈有送我到日本去念书。哎呦。对。然后我十六岁就回来，但是日文略懂啊，不敢说很厉害，但是就唱一首就好，几趴就好了，几趴就好，几趴就好。那么逝去的爱我 ，Love is over， 哎呦，悲しいけれど，老师会吗？不会就算了。别这样好不好？这个这个什么歌他不会的，这种人就头发越来越少，还对我不爽，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是别唱多几的，我瞧看买你了。哎，逝去的爱啊 ，Love is all 吧 ，Love is all 吧，大家都会嘛。这大家都会嘛，来来来，一般。嗨，どうもありがとう。悲しいけれど、ボテラストラク、マリオロライバー、ラブソング、あなたでこんばんは、サラマス、フラちゃん。大家都听得懂吗？他被冷宫了。他沙龙巴士不拉讲了，哎，不简单呢，拢无笑呢，一直自己很想笑，很痛苦的。好，那么还有一首歌，哎，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待过那嘎西的话，那么一定会唱，这个叫做《On No Misao》，有没有听过这个？有听过。今天我们干脆就让节目比较日本一点，这样子。其实很多阿公阿妈。还是喜欢他们受过日本教育，对对对，听一听他们又回到啊，过来试试看，好不好？好。Onna no misao，我们三个人就为了你来苦练了一下。真的吗？哎，那老师，你唱一趴，我们唱啊，不是，还有一个，还有一首歌啊，那个叫做《完璧の母》。哦，有没有？这首是我那时候小时候的招牌歌，哎，招牌歌曲。嗯，而且中间还有一段口白。嘿。
暗壁之母，哦，就是一个母亲按在墙壁上。不是的，不是，好像他找他的儿子。一个母亲在海岸边，哦，不是手等他的儿子回来，啊，等到老。所以我去拿个戏的时候，因为也是不懂日本字嘛，哎，先把我做干 begin 哦，哈哈，暗壁之母，有无？那个手灯放在墙壁上，我奇怪妈妈为什么要手按在墙？两个洗衣的，后来才知道哦，是河岸的岸的岸边，海岸岸。这个歌我们三个来帮他合一下。来来来，这个是《Nagashi》的里面的国歌，对对，经典歌曲哦。后来翻成了《妈妈洗瓜车》。妈妈洗瓜车是另外一首，花街之母这是另外一首。对对对，不是吧？我们研究结果是干 begin 哦，哈哈。好，对，每个人都同样有这个问题，对不对？不是不是。花街之母是另外一首，刚被听到哈是哈哈哇基玛西达，记得就是蛤蟆，记得是蛤蟆那。暗壁之母，记得蛤蟆了，蛤蟆。问问信不信？你记得是哪？我讲，哎，什么蛤蟆？基本是蛤蟆，是金瓦嘴的，真的是花街之母啊。对，花街之母是。人に聞かれじゃお前のこと。啊，这个才是妈妈。你们是要哪一首？我们啊。你们要点的是哪一首？那我们三个帮他合一。可以可以。我跟你讲，你才知道那个感觉。哎呦哎。等你的是呢，阿姆公，一直等无你来。你今晚其实工作都做了，我就是等了半天，就是等你这个日本的口白哎。哦，有这一段是吧？啊，我们三个合音是要合那个妈妈是瓜精。对啊，我刚才。哎呦，那也不怪一边腔，口腔了。我们要妈妈是歌星嘛。我找不到地方进去啊。对嘛，蛤蟆那去了，哈哈。蛤蟆是不是？我刚唱到拉。拉。哎呦。是唱蛤蟆了，对了，好了，魏佳佳就。人若问你甲我两人到底啥关系？人若问你甲我两人到底啥关系？稍等一下，哈几拜就好啊，哈几拜就好啊，哈几拜就好，你是那一点哈，因为没有喝过，一点哈呢，一朵一点为头一句开始唱，对啊，你别让他唱落去，哈几拜就好，几拜，哈几拜，不好意思，因为比较无交代，拍什么？老师，拍谁？拍谁？加拍谁？加拍谁？哈几拜，刚刚我唱好听嘞。有你们海问的话，你讲咧，台湾小孩哦咧啊，足久无，因为下一摆用讲的写晒，用唱的怪怪，对，足奇怪。不是，这节目很隆重哎。对啊对啊，阿伯，我蛮是挺隆重。无啦是啊，哈，安尼啊，还唱了那个下一摆，啊两次，飞机到几摆才出来，是不是啊？
妈有回来。哇！今天给我们最后带来一首歌，以向观众，好吧？好，带来这一次这个主打歌曲嘛。好，哦，还没刮嘞。哎，歌名忘背不起来。掐脏好吧？你现在在跟谁说话？哎呦，吓不吓？啊！你今天刚刚共解，现在什么解？哎，天啊！哎，他到底在跟谁说？我满载好会说，他的宣传在那边啊。对，唱有味道一点点，属于你，你觉得会发挥很好的。多几点？红不会刷。红不会刷，好，黄以玲给我们带来的《红不会刷》，谢谢你。渐渐的落